刘指豪首安制胜，兄弟连三场被敲再见安。全员主场果然声势不同凡响，昨天吸引4424名球迷进场。除了球迷支持，南明狗桃园也靠着菜鸟捕手刘时豪在9局下满垒时的制胜一击，帮助球队以2-1击败中信兄弟象。这也是刘时豪生涯首安，就是一支再见安打，他也获颁单场 MVP。学长，然后还有一些球迷，然后就是打而已。象原两队昨演出精彩投手战，原队先发曾兆豪7局只失1分，中信兄弟先发郑凯文先发8局投出7次3振只失1分。不过兄弟象连续3场都被对手敲出再见安打而落败，悲情的追平联盟纪录。动新闻桃园报道。